大家好，我叫 Asyraf， 我今年25岁了，我的生日是1月34号。现在我住在苏邦扎亚，我的办公室在达曼萨拉，非常靠近那个餐厅 Village Park。我喜欢吃 Village Park 的椰浆饭。我的公司很多华人啊，现在我在Kunkwan Mandarin Student 学韩语，我的韩语老师是光老师，大师很好的老师。我家有六口人，爸爸妈妈、弟弟、哥哥和妹妹和我。我的妈妈今年50岁了，她的办公室在吉隆坡 KLCC 里面。我妈妈喜欢吃炒饭，我很爱我家人啊，谢谢你，再见。